你看我打出来就有三拳，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，就是到我的时间了。咱把这个那个五星五星嗨翻天的预约点点啊，点点预约，然后再点点我直播通知啊。谢谢这个，谢谢 C 哥送的棒棒糖，谢谢。先跳个 number nine。我应该给你们科普一下，就你们这都是跟谁学的呢？是不是？为什么宽呢？总说人宽，宽怎么了？宽人家瘦啊。你们老师怎么教你们的？
不对？牙疼。无法理解我的表情，我什么表情？我没有表情啊，我没有表情啊，没有吵架，就是他们总说啊瘦啊，怎么瘦？不是，说嘛太宽，怎么？想一下，那就跳这个吧。缺氧。就是还不是因为瘦嘛，我知道瘦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就身体不好嘛。那你要怎么办？我也没有办法呀，啊。不要扭胯，为什么？这个舞蹈就是这样的啊。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，把关注点点，然后下面再跳个第二个舞蹈。看那小耳，你们真的是搁哪听的呀？哎呦，真的佩服佩服。跳个这个。
主要是我直播之前我吃辣的了，我一活动吧，就是你们懂吗，那种一运动起来，然后胃就好像胃里好像有火那种感觉。四分半，还好还好，谢谢小姑姑，谢谢小姑姑送的棒棒糖，谢谢。椅子我不能跳啊，椅子我那个穿短裤不让跳的。不是不想跳，其实我也想跳，但是不让跳我。4:03。哎妈，累死我了。没劲了，啊，累死了！还有44秒，还有40秒的时间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，记得把关注点点。谢谢静静，谢谢静静哥。这个手机户接视频左上角点点黄色爱心，然后电脑用户在视频右下角这个直播通知我前面打个勾，还点点心心，然后把微信主播的关注都点一点。还有10来秒，这个有点尴尬啊。不过，哎，有缘再见吧。还有10秒了，下次再见。今天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，拜拜。